来看看这个水到底有多大，看到吗？这个矿泉水水厂全部被淹了，一层快被淹完了，他们那些人都站在那个箱子上面。然后我现在开车上去，不知道这个车会怎样，我先把车停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停到高处，这是我们的营地的门口。